做的特别快。哎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老梗，因为我从第一次演出到现在，我每一次最后一句话讲到这个。帅。那个老朋友们应该都知道。我不知道在哪里。想到就是那时候新学员讲的时候，我们的鼓手是就是。是鸟人嘛？鸟人帮我打木箱。对。还有人，黄志伟。请举手。没有。他说他要来。好啊，其实他刚刚有传讯息跟我说。我知道。好吧。他说不好意思，我超想来的，但雨太大。没有。啊，因为他出了名的。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他出了名的懒啊，跟会迟到。不是啊，他就是出了名的放鸟，所以才叫鸟人。对，也是真的，对对对。你知道鸟人是谁吗？哎，你不要破坏这个形象。大家对来这一场的人哦，大家我们自己知道就好。以后遇到他也不要跟他讲。他们好，他们不知道是谁。但是说不定有人默默的知道啊，就从新选奖开始就认识我们。有人会知道，有人是谁。嗯。好，然后。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首歌了。没错，我刚刚都说有欢乐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。就是，时间真的过得蛮快。就是我还就是真的还记得，就是我们228演出结束，然后到现在，真的是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，还记得，因为我们当初要举办这场巡回的时候，其实真的很害怕，就是当过了那么久，大家。忘记我。对啊，我跟他吵架，我说不要办演出啊，没有人会来。对啊，对啊，但是，对，但是我就是想说，可以办一场，就是可能就算可能三四十个，就是来记得我们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。对，因为我们其实就是以出了名的办小场为主，只能够唱小场为主。没错，我们每次都是三四十个人，或者是80个顶多，然后。大家就是这样，跟你们一样坐在这里，看着我们，就是出糗啊，然后乱讲话啊，然后说话完全没有次序啊，等等等等，这就是我们的 style。然后讲完了以后，大家都还是会很感动的在门口跟我们微笑，然后签名握手。对，今天看到很多就是熟面孔，就是我们从前看过，然后就是两年后，然后你们还在，就真的非常谢谢。给你们自己一个掌声好吗？对。就真的很意外，就是我们刚消息一公布之后，早鸟票就是也很快就完售，然后这多了，这样好像有点嚣张。还好自己的场合，好了，那就是真的谢谢你们。好，那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，我猜你要讲歌名，就是这首歌。大家新的一天，好像已经有人偷笑了。对啊，但是我最多就是。